BS. 너무 강해. 어, 저 치아지도. 这玩意儿太舒服了它是有火吗？等下我给你整。佳佳老汉。你们懂哈？真是。痛的不还是有点一样。吃不出来太重了，因为你的。你慢慢来吧，慢慢来吧。同学啊，彤彤。马上都出来了，都吗？马上出来了，我都看到了，怎么扯嘛、啊？他是比较敏感，他是好久没弄了。他那种，他这种属于发炎的。发炎了。嗯。在这发炎了。我操！我操！哈哈。同你说，同毛不弄。哎呀！子。头。那个人啥工作？发炎了，嗯，还有没得吗？哎，太牛了，痛不？嗯，真痛吗？痛，哦，他发炎了之后就要，他痛他会多，他那种他把眼睛眯着，他是害怕呀。不怕嘛？因为他没掏过耳朵那种。那这个一般，都是哈，有时候偶尔会拍一次，在外头掏啊。嗯，我自己耳朵都没声音。那是的，整个都堵死了。那现在肯定不是那个。那就是你的。你个猫可以亲自看一下，那个别的比你好懂的。你兄弟那个老二，他在后面，我兄弟在这儿死的。你说两个多少钱？哈哈哈哈哈。到这到椅头边了就要慢慢子了。先把耳屎给掏了，你看一个跟啥子鱼的眼睛差不多。还有还有啊。可以，加油！毕竟你今天才第三天。我有点怕哟。啊！我们自己睡着自己睡着。哦，你还不晓得啊？没得事，你抖啊，有点抖，跟你说。有点怕，有点怕。我很轻的。我很轻的。哦，一边走。